曾经是在六本木的拳击的，有好多肉，但是可以进去看一下，有什么可以吃的。随便拿，然后只要1200日元，非常便宜，合算。听说过那个杏仁豆腐，杏仁豆腐是在日本最受欢迎的中国甜点，但是我第一次来，第一次听到也是在日本听到的。啊，这里咖啡也不错。免费的咖啡，日本免费的咖啡比新加坡好。好喝很多很多啊！啊，吃的还是怀念在日本的日子。办公室真的太多美食了，新加坡的办公室边上，不讲了。虽然稍微便宜点，但是在选择的。种类特别少，而且，吃的也不是很健康。OK， 下次见。去上班去了，午饭时间结束，上班。